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被你枯燥乏味的那个就走了之后，发现后面比较好看。有这么无聊吗？我探索的还蛮开心的啊，你们要有一种探险的心情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自行探险。难道你就不会觉得人类是怎么生小孩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样生啊。你玩到那里了，哭哭。爸爸死了，你玩到爸爸死掉了。他爸爸哈把 O E 进去机器人的小洞洞里面，透过基因培养技术就生出了女主角，这没有办法吧？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吧？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吧？我觉得这样子又没有比较好玩，是这样子。不过不是不可能，未来会有这种代孕的机器出现，不是不可能。可是我觉得目前应该还没吧？牛牛朝你面前撞。他为什么摔倒了？他是来撞你的好不好？没有，他跌倒了。他在玩呐、啊。不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两个在打架。啊，被打了。那好像倒了。我，你就走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加入战争呢、啊？因为我要帮他们啊。你为什么要帮他们？这是任务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就算了。帮他们，老师给我钱。你有装得下的包包吗？有。刚卖东西了。那你现在包包还有多少的东西？不知道。好吧，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对啊，死掉很久啦、啊。可能应该不错啊。可以吃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核弹，那个三角形打爆啦！快击它落点。对，就是它。连我不用 focus 我都知道。你怎么去打它？打上面那个。上面那个也是啊，哎、欸，他被粘这里。哎，上面那个他的武器被，哦，他好大只哦，跟你体积差那么多。哎、欸，他好慢哦，所以我觉得他动蛮慢的。啊，两只要发炮了，他必须死，然后把一个炮打掉了。哦，他好可怜哦，一直被你们打，这还蛮可爱的。他不是暴龙哎，他不是暴龙吧？但我觉得蛮可爱。哇、啊！他可以把附近的东西都打破。他在喷射他眼睛的时候，害我一直想要双眼睛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哭眼睛。我看到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他很害怕，好有喜感。啊！你要死要死！我啊！喝水来不及。我懂了，其实他妈妈是创造世界的外星人出诺屁咧，才怪！因为这些外星人来到地球，来到外星黑科技，才会有这些机器快手。你看，跟尼尔一起把那个朱诺，朱诺不就变刺客了？武器怎么可以拿这么多个？你要问千鸟啊，可能他等级够高，所以装更多吧。然后统治地球之后，外星人领导朱诺爱上反叛区的所以女主角的爸爸，也太有戏了吧！生出来的小孩就是女主角。你看是谁款新的游戏？我们等你当什么？我们等你的作品。那么武器是比较高阶的武器，它的属性会增加，就是。像我这个猎人弓，它是两个，然后这边是神射弓，它也是两个，更强的有些会有三个，所以你是两把弓的一个。其实是四个武器，但是它会有不同的弹药。哦，我发现你的弓下面有尾巴耶，尾巴？那个啊，哎，真的耶！你玩了这么久，我都没有发现哎、欸欸！你真的是很废哎、欸！都要我帮你观察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我觉得它很可爱耶、欸，毛茸茸的。对呀、啊，都没有发现呢、喔，连爸爸的猪你也没有发现。啊，我就眼睛比较，比较弱，因为你是熊对不对？近视，眼残美，一近哎、欸，有一只，那是不是又是暴龙？就是刚刚那一只呢？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没听见啊。哎，你还记得住？哎，他在睡觉，有没有吵架？他在打人，好不好？你没有看到其他人正在被他欺负吗？没有，我只看到夕阳旗的旗子头。因为女主角外星人的协同，所以才可以使用外星人的战斗力环境分析器。明明就是要就有，好不好？只要戴到耳朵上就行。他是捡到的。对啊。为什么会上来？因为高度够啊。那不然这种可以看穿机械弱点的东西，怎么谁会随随便便被捡到？因为普通的根本不能用。为什么跟普通的不能用？我觉得还是可以用啊。他是在遗迹里面捡到的。你不是有一开始就有来看的吗？他本来就不是一开始就在。我也印象这样。可能毕竟五十级后，哎，那个是那个他的武器，那个好像那个什么啊，会帮我们在天空照来照去的，空拍机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是用空拍机当他的武器，好神，好威，我也好想要，这一只大只，我觉得这只应该是最强的了吧，宝，最强不是那个吗？青爷的没有啦，他速度很快。这只应该是说怪兽里面，因为暴龙它虽然强，但它速度很慢。我觉得我刚刚一直在浪费力了。它速度也不慢啊，它明明有跟相对于青爷的来说，它比较慢吧？它那么大，所以它慢啊，越大只越慢啊。没弹药啦。我真的觉得它头上那几个触须须还蛮可爱的。他身上背上不都有几只须？你不要跟我说你打那么久，你都没有看他背上有啊。我觉得机器这些机器都弄得还蛮可爱的，我都还蛮喜欢的。又一只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打完又一只？很好打的啊。那你还有一只是不是？那只不见了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不是你哦，刚刚那只是暴龙。哦。我还蛮喜欢这只叫声，它这样。牛。对，很有牛脾气的叫声。普通人不能用那个眼镜啊，因为你需要有外星人什么计划。普通人也可以用、啊，可以用好不好？其他人用啊。欧林就是有在用啊。哎，我记得之前把他丢下去悬崖是，好像也有，也有带。邪教他们也有。邪教，想要邪教，我要想要那个 GTA 那个邪教。吹佛，吹佛。不然难道有其他人用那个眼镜吗？有啊，那不能算眼镜吧、啊、那应该是 AR 吧，对不对？对， AR 齁。你觉得你加 A 眼镜有点奇怪，是的。如果有人戴眼镜又戴双副眼镜，哈哈哈哈。这里好像都没有人戴眼镜耶、欸、是懒得画吗？没有近视耶、欸、不会近视吧。为什么？毕竟你都在这个一个非常宽阔的地方生活。Save these for the trail. 视力应该很好、啊。远视也要戴眼镜啊。可是他们都看很远，他们看不用看近的啊。那他们是老都看不到字。他们可能本来就万不看不到字。哦，我看不到，我有点小啊。难道他们都没有书吗？目前是没有看到有什么，他们没有文献。因为能用的都有外星人前头，原来如此，古东西才怪嘞！与其说是没有近视，不如说有近视也发现不到，也是有道理啊。可能是没有发现自己近视、啊，就觉得自己看不太到，就觉得我自己老了，我才20岁，为什么我怎么都看不到了？我是不是要死哦？长颈兽，为什么你的目标是定在长颈兽？因为我要去拍长颈兽啊！有兔兔哎，肉肉。没有找到吗？没有。兔兔掉下去了。哎，这边是什么啊？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好大尸体堆哦。对啊，机器的尸体堆。哎，有点像那个。这时候来，大家来看，我们来看那个中奖号码，下一期的那个什么？下一期那个什么？乐透，来，请大家看着那个尸体，还看那个形状的，还是几号？太快！哎，龙警长可以告诉你一点概念哦。我觉得这些是牙口兽，哎，他都已经说牙口兽。没有啊。有啊，刚刚说牙口兽的挖个问题，他刚刚有讲。这样。
你不能因为我在旁边没有认真看下面的字幕，然后连你都没。我在看下面的那个好不好？我们有两个眼睛呢，还是错过了？不对，我们是两四个眼睛。看，到处都有。哎呀，好恶心哦！其实看起来不可爱。换掉之后就不可爱。嗯，这个时代的黑科技应该是用晶片插进脑子里就可以得到知识吧？哪有那么黑啊？目前没有看到手的，而且它插入脑袋没有问题。哟，这边有怪兽。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有什么事件，之后应该会来。哎呦，好多只哦！那你就不用来啦，你先来这边干嘛？你先去打传统兽啦。我正在走啊。这里好沙漠、哦。广头兽。你有没有印象那一只我们喜欢的那一只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一只还没有遇到啊，不知道名字。嗯，都可以遇到，就是那一只，那个词。不是，还没有遇到吧？那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遇到。你为什么要打它、啊？它很乖啊，在喝水。在喝水。没有喝水，为什么要把头一直放在那边？那我以为那有水槽呢。我也在看他在干嘛。走了啦，快走快走。它是鹿还是牛啊？鹿。其实我觉得，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种，它应该是混种吧。嗯。你东西都没卖哦，它已经卖了一堆了，好吗？卖了，我卖好多了。被发现了啦！叫它过来，你叫它过来嘛，其他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叫他？因为我要杀他。你杀他干嘛？杀他拿东西啊！你要拿什么？拿他身上三粒钱啊！你不是应该赶快去找那个超级弹珠吗？啊，我经过就打一下我。你可以经过跟他飞飞嗨，然后再继续走。不要！为什么不要？哎呦，沙尘暴哦！对啊。你看，你赶快打喷嚏！打喷嚏！我已经感受到有一种好像里面的沙让我开始过敏。哇，好身临其境啊！我觉得会吧，这好像叫什么共同感觉还是什么的。最好是啊，原来你已经感受到你鼻子不舒服。不是，就是会有错觉，不会真的，但是会有错觉啊。我就像你看到什么颜色，看到蓝色就觉得凉快，这种感觉。因为你记得那个感觉，所以会有共同的感觉。因为你的想象力太过丰富。不是，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吧？没有啊。那你看到红色会想要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会想要什么，就有时候会想到啊。我知道，红色就想要洗。我好像走错路了。我觉得我好像走到一个。我觉得你一直走到很奇怪的方向，走到一个死路，糟糕！看到蓝色会觉得凉快吗？我觉得还好啊，蓝色就是不露啊。我觉得看到蓝色是忧郁，好不好？你这样讲很奇怪。不一定是会是什么感觉，就是你会因为你之前的经验，在你遇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有那个感觉。那你为什么你的蓝色会连接到很凉快、啊？那是一个举例哦。那你看到蓝色会怎样？我看到蓝色不会怎样。说的好像生不，他说还很厉害一样，就问你有没有，就都没有的概念嘛。我看到沙子，我就会觉得我要过敏了。哦，这样，这就是一种了。如果游戏里面下雨，我也会觉得凉。假的。那如果你在很热的天，很热的天气，然后里面在玩下雨的话，你会觉得天气很凉哦。对，会有一种舒服的。那你就不用开冷气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以后都用那一种有一定程度的效果。我觉得我以后就用那个很聪明的那种让你误以为很凉的地方，然后其实你很热。这样很聪明，然后我吹冷气，你不要吹。是这样讲的。这边是不是有那个敌人啊？这边下午三点天空挂着太大太阳，你看到蓝蓝的天空，你会觉得凉快吗？你会觉得凉快吗？不会。我看到蓝色只会觉得太阳也太大了吧？哦，也是啊，就是太阳很大的时候是整片蓝色。
游戏里面下雨会觉得凉加一，你们怎么那么奇怪、啊？为什么会觉得凉啊？会啊，但是我都会想起下雨不穿雨衣骑摩托车的经验，那我不能理解，我就觉得下雨就是下雨啊，我会觉得下雨会挡我视线啊，我会觉得下雨的雨衣很烦。你就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啊。我不会觉得凉快，我会觉得他那个雨实在是太讨厌。为什么我的箭射到他们身上都会弹掉？因为你要瞄准到他才有。哎，有一只那个，有一只怪兽来了。我有看到，我看到。螃蟹，还是猪？你有买弹弓吗？你有买弹弓吗？应该有吧。有，可是我觉得不是很好用。弹弓听说比较好用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哎，长颈兽来了耶！为什么长颈兽在这？那是他们的部落养的吗？我觉得是被他们占领的。所以他现在是被关起来了。嗯。哎，你这样玩支线会有什么动画可以看？支线会有这种地图上面的事件是不会的。嗯，所以你好久没有动画可以看？没有啊，上个礼拜就有啊。根据科学家研究，毛毛熊族的熊类大脑里缺乏处理想象力的皮质，所以没有办法和人类的大脑加以匹配。一句话耶 ，Kimmy。这是哪一个位科学家、啊？答案给我理论。哪位科学家啊？他啥时研究毛毛熊族的大脑啊？毛毛熊族的大脑，大家都知道。哪东西、啊？没有吧？对。他就是多呀，帅哦。对呀、啊，这跟那个头平平的章鱼不同只吧？这是蜘蛛吧？不同只，这个是，他是很早就有遇到，刚刚也在。圣地的时候被闯进来，就是我觉得这只比较像蜘蛛吧，看看那只比较像。嗯。喜欢的话，可以帮忙按个喜欢。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